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 黎俊智，好喜欢音乐，好喜欢唱歌。我的职业是 Audio Mixing and Engineering， 唱歌可以给我表达到我想内心不会讲到别人听的东西。很欣赏 Stevie Wonder， 因为他又作得又唱得又表演得啦。陈奕迅、林子祥那些都会很喜欢。其实玩比赛的时候的感觉是兴奋的，做到自己想做的东西，一来可以有机会可以在大家面前做表演，我觉得是一种很开心的。放开跟住 enjoy， 我而家要准备浮夸。